娱乐圈一圈，同你圈出最想知嘅娱乐新闻。热爆演艺圈话题，同你逐格睇。I G 百大富豪榜热辣出炉，南韩惊爆电影票房造假案。加拿大超模荣获全球公民奖，真人版白雪公主激嬲粉丝啊！记得今个星期五下午6:45同埋晚上10:20，娱乐圈一圈。